change your body. 所以健身或者瘦身都是一场心理游戏，全部是 it's all in the mindset。 你改变你的心理了，改变你的思想，你就可以改变你的体型。问题很多人减不到，是因为思想太消极，可以吗？很难，很多人因为思想一直很多的疑问，很多怀疑，所以他们做不到。 You get the message？ 虽然都是思想的问题的健康，健身 ，OK， 瘦身，人生最大的财富就是健康 ，Life's greatest wealth is health。 人生最大财富就是健康。为什么？你有钱没有健康，你的钱就不见掉，送去给医院。 你有健康没钱，因为你有健康身体，你可以把钱赚回来。那健康是身体，健康的身体就是最好的财富。为什么呢？因为一切财富是建立在健康的基础。刚才都讲了，对吗？没有健康，你怎么做？没有健康，你怎么赚钱？没有健康，你怎么有美好的家庭？没有健康，你怎么能够运动？没有健康，你怎么可以做你要做的事都不能。所以健康是一切的基础来的。So great wealth are built upon the foundation of good health. So you must have good health in order to have great wealth. 所以健康不等于一切，但是失去健康就等于失去一切 ，right? So health is not everything, but without good health, everything will be lost, right?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health is everything. 你没有健康，你什么都免谈了，因为你什么都做不到了，躺在床上。 有人说你有10,000种功能，就是你很厉害了，你很厉害，你很有创意，10,000种的功能，你可以征服世界，甚至可以改变人种，明白吗？夸张来讲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健康，全部是空谈，对吗？所以健康真的很重要，你几厉害都好，你没有健康都是假的，你什么都做不到。 Someone once said, "You may have all the talents needed to conquer the world, but without good health, nothing but just empty talk." Right? Exactly. So you need to have good health. 你要有健康的身体。所以多少人想拥有美好的、更美好的一年，活出更健康的？相信每个都想，对吗 ？Everybody will want it. 据统计，全球每一年，68%的死亡都是因为慢性疾病而引起的。 There are 60% of people who died because of chronic disease. 然后呢，慢性疾病是全球第3大的危险。 It is very serious. It's threatening the world today. 统计全球每一年68%死亡是由慢性疾病引起。2009年，在那个瑞士达沃斯论坛，这个就是那个World Economic Forum 啊 ，OK， 他们讨论了慢病和经济发展问题，认为慢病是全球第3大的危险。 所以这个是 World Economic Forum 他们谈了，要发现这个真的是已经成 it become a threat to the world， 成为世界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呢，高血压、高血脂、超重及肥胖、缺乏身体活动、蔬菜和水果的摄取量不足，以及吸烟，都是引起慢性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所以这些都是事实的铁一般的证据了。The more than 50%， in fact 60% of the world。 Lives with chronic disease. 世界上超过58%的都活在慢性疾病，这个世界卫生局的报告。所以，慢性疾病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现在，所以你会看到这些都是慢性疾病，心脏病世界头号杀手。你会看到心脏病，然后越来越年轻化，有没有？年轻人都会猝死掉。癌症也是一直不断的飙高，癌症让女性、男性都是一样，癌症一直不断的飙高。 所以 Global Cancer Statistic 2020，19 million per 3 million， 看到吗？ Estimate incident 他说，全世界2020年估计1930万新癌症病患，几乎呢1000万死亡的记录。所以已经很严重，这些都是因为慢性疾病所带来的后果。 所以慢性疾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现在，那么呢，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卫生局的报告，这个是2016年、2012到2016年，平均每一天133个 case， 133个 case， overall there are 4,639 new cancer cases recorded in Malaysia last year。 所以2016年呢，一年就有48,639个人中 cancer， 换句话说，每一天133个人中 cancer， 这个是2016年。所以今天是2023年，已经8年以后了，已经8年以后，这个数据肯定是飙超过200，对吧？
如果以逻辑来谈，所以肯定是，所以 average 可以讲，今天应该是平均可能200个 case 一天，每一天几乎200个人中 cancer 在马来西亚，这个是很超级严重的状态，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数据不会骗人的，数据在给我们一个警告，要我们懂得怎么样去维持身体的健康哦。所以糖尿病也是越来越年轻化，看到吗？18岁以上糖尿病患者360万。很严重，这些全部都是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比癌症更加的致命啊！一年多480万人心血管疾病啊啊 ，cardiovascular disease， 估计2012年175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世界人数31%。2012现在2023，10年以后，这个肯定是更加严重了的。所以你会看到心血管疾病已经越来越严重 ，it's getting even worse 啊 ，even worse 每一年。心血管疾病，这些都是种种的疾病的疾病的 statistic， OK， 数据的报告你会看得到的。30岁以上马来西亚人1/3有高血压，现在不止。现在的报告是呢，今天的报告是73%的人，马来西亚73%，每10个都有7.5%的人有高血压、心脏病、心血管疾病，每10个都有7.5%。100个有773个，每100个有73个心血管疾病，在马来西亚今天很严重的一个状态了的 ，it's very serious 啊，很严重的啊，所以全球健康的危机是什么呢？全球健康的危机是因为超重和肥胖，啊 ，global health crisis is becaus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慢性疾病是怎么样来的？慢性疾病，你看这张图片就跟你讲到了啊，肥胖引发慢性疾病的危机 ，obesity or overweight trigger chronic disease crisis in the world。所以肥胖啊，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啊，已经被证实，世界卫生局证实啊，肥胖会带来这些所有的慢性疾病：心脏病、中风、糖尿病、风湿病、痛风、脂肪肝、死亡、自信心低落、高血压、癌症等等，这些都是慢性疾病。所以刚才我们讲，慢性疾病世界占了58%以上，对吧？现在我们要知道，慢性疾病呢，肥胖是引来慢性疾病的凶手来的。所以，我们不是叫人减肥。我们是要帮助人脱离慢性疾病，这个是整个的目标，整个的策划都是为了帮助人的脱离慢性疾病。世界卫生局的报告有关超重和肥胖的关键数据，自1975年以来，全球肥胖症几乎增加了2倍。我刚才跟你讲一个东西，就是肥胖引发慢性疾病的危机，对吧 ？Right crisis。Chronic disease crisis are becaus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所以因为这个，所以我就跟你讲肥胖。所以你看，1974年以来，全球肥胖率增加了不止2倍，其实现在是很多倍了。2016年以来，超过19亿名18岁以上成年人超重，其中超过6.5亿的肥胖，很厉害哦啊！2016年39%的18岁以上成年人超重，而13%属于肥胖。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居住在超重，因肥胖而死亡的人多于体重不足的人。肥胖带来死亡是很多，看到吗？2016年超过3.4亿5到19岁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所以你看呢，刚才我再跟你讲一次，超重跟肥胖引发慢性疾病的危机。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数据就会知道，世界上今年超过58%的慢性疾病都是因为肥胖。对，所以刚才我都跟你讲，脂肪体脂肪太高，内脏脂肪太高是凶手来的，因为它产生毒素，弄乱你的荷尔蒙，把你的免疫力降低掉，弄到你身体的器官不能正常的操作，所以这些东西全部就引发慢性疾病，慢性疾病就带来死亡。所以解决到身体的，所以你现在你要明白，健康21哦，轻体塑身21，就是为了把身体的体脂肪跟脂肪量把它切下来，到达正常的分量在身体里面，你的身体就恢复健康了，明白吗？这个目标就在这边。所以超乎 obesity snapshot 啊 ，1 in 3 children are considered overweight。74% of children don't get enough daily exercise。74%， 今天的小孩子都是刷电话，没有什么运动的了，看到吗？所以那他们喝的 ，the average child now has nearly 20 teaspoons of sugar daily， 6 times the recommended amount。
平均一个孩子今天每一天摄取糖分超过20茶匙，而且今天是不止，这个是10年前的报告，今天肯定是不止了。所以今天的肥胖是越来越严重，包括小孩子、年轻人都中招，对吧？虽然 1 in 3 11-year-old is overweight and obese， 11岁的孩子每3个里面都有一个是属于超重的1/3，所以这些已经是很超严重的状态。 World fattest children， 世界上最肥的儿童，马来西亚是 top 10里面的排名第9，1、2、3、4、5、6、7、8第9名，马来西亚啊， World fattest children，最肥的儿童，世界上马来西亚排名第9名，所以是很严重的一个。也算我们要做 shape up 的地方，要帮助他们减掉。Malaysia is the top 10 fattest children country in the world。哦，那讲到儿童，讲到成人也是一样。Overweight population in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最肥的国家也是马来西亚，最肥的也是马来西亚。最肥的是马来西亚，东南亚。所以你看这个 Alfin 啊，东盟6国大马肥胖比例最高，18岁以上人是超重的数据，知道吗？18岁以上肥胖所带来的病，肥胖所引起慢性疾病的，看到吗？马来西亚，这个是马来西亚男生女生，看到吗？很厉害哦。所以这个东西自私来的，没有得跑的，这些报告全部，对吧？一年400万人肥胖死，每一年400万人因着肥胖而死亡的是非常高，400万 ，4 million 每一年哦。所以超重和肥胖引发13种癌症，这个是 Cancer Research United Kingdom。超重跟肥胖会带来13种的 cancer， 这个是证书，不是讲的，是 Cancer Research United Kingdom 讲的。所以一定要把身体的重量减掉。所以我跟你讲，身体的脂肪、体脂肪一定要把它切掉。所以如果你要健康，唯一的道路就是把体脂肪切到正常，你身体就一定健康。因为你的荷尔蒙不会乱，因为那个内脏脂肪是不会过浓，你的身体的器官不会被包掉，那个脂肪不会太多，毒素不会太多在身体等等，所以你就不会有问题。所以癌症13种的癌症都是肥胖而来。肥胖而来的带来癌症，肥胖为什么引发癌症呢？那荷尔蒙看到吗？荷尔蒙被弄乱掉，那 it disrupt the hormones in the body， 所以 disrupt the hormone， 所以呢身体就发炎，那细胞就损坏，然后细胞就繁殖不正常，带来 cancer， 这个是其中一个因素哦。然后这个刚才看了，所以刚才看了 OK 啊，所以你看从小孩子0到4岁到75岁，中 cancer 男的女的，这是马来西亚，很厉害。所以呢，八度空间层，马来西亚，到时候呢，全球960万人将会死于癌症，960万 9.6 million 是非常可怕的。超重和肥胖超重所引起的健康危机啊，这个是source 哪里来 ？Professor Copperman Medical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Institute of Health Norwich United Kingdom 英国一个大学。医生博士的研究啊，他说 health risk associated with overweight obesity， 所以刚才我们讲肥胖会带来慢性疾病啊，这个是正式的啊，这个是正式的 Professor P. Copperman 啊，他做的研究，他说 cancer 是肥胖其中的，看 10% of all cancer death among non-smokers are related to obesity， 全部跟肥胖有关系的这些疾病，看到吗？ respiratory impact osteoarthritis 还有一个 metabolic syndrome 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吃一点又肥，不吃又肥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 shake out 21就是把人的新陈代谢把它调回正常。 shake out 21很厉害很厉害，它把你的油清掉，它把你的新陈代谢带回正常，调回正常去。所以你看为什么我吃这么多都是不会肥反而变，因为我的新陈代谢正常，新陈代谢不正常，你吃一点就肥，吃一点就肥，因为它没有办法消耗，没有办法用到重复储存起来，没有吗？所以需要同样目的就是把你的 metabolic rate 提高，所以这些全部的慢性疾病都是跟肥胖有关系。所以我们很清楚的讲了这么多，你已经很够清楚了，肥胖会带来慢性疾病，这个是确实没有在争论的。我给你看了这么多的事实，看马来西亚卫生局说 the benefit of 10% weight loss， 马来西亚卫生局说如果你有办法减掉18%你的体脂肪的话呢，18%罢了那么你的血压倒回正常 ，lipids 啊 ，diabetes 会远离这些东西，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些你都会远离它。
只要18%降低吧，你看到吗？把你的重量降下来，就是把体脂肪减掉。这个是美国马来西亚卫生局 ，OK？ 你可以从这 www.moh.government.my/permanentpita， 然后你 copy 这个啊，你去 click 一下 Google， 你马上拿到 PDF 啊。哦，这个是卫生局给的报告，把你的体重啊、体脂肪减18%啊，马上看到这些问题，高血压什么啊、糖尿病啊，都被减低掉，就是你会远离它。肥胖是万病之首，这个是报告，万病之首。1年400万人死于肥胖，所以总结这边就是肥胖引发慢性疾病的危机，恐分了吧？清楚了吗？对，所以我们不是一直要讲减肥，我们的目标是要把慢性疾病把它切掉。所以要切掉慢性疾病，我们要懂得慢性疾病主要是因为肥胖跟体脂肪太高所引发。所以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只要我们把身体的脂肪把它切掉，把它倒回正常的，慢性疾病就会远离那个人。整个的 shape out to you 的目标就是在这边。所以 shape out to you 不是在于减肥，不是减肥的一个点，是把你的身体调回健康的状态，然后你就远离慢性的疾病。这个是 shape out to you。